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打字员哈，在十分钟内哈，他打字的速度哈，近似于这个关系式。那要你求二到呢四分钟，哦，二到四分钟了哈，他的平均每分钟打了多少字了？哦，那我们叫速率 v 好了。就打的字数嘛，打的字数就是什么呢？啊，除以它的时间四减二嘛，啊，打的字数就是 w dt 嘛，就负三 t 平方加十八 t， 哦，加280嘛，哦，这个是单位时间打的字数嘛，哦，啊，乘以呢 dt， 啊，从哪里到呢？从两秒到四秒，哎。两分钟到四分钟了，可以打这么多字嘛？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是 t 三次方啊，负的加九 t 平方嘛，加280 t， 然后带上下限，二到四，负的多少？四带进去的话64减多少？二带进去8。加9，四代进去16，减掉2得4，加280，哦，四代进去嘛，4减2是2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，56吧，哦，负56了啊，哦，加这是12嘛，12乘以9，108。它，啊，加多少？2816560嘛。那560哈，加560加108，608，哎，668，啊，减掉56，612了。好，那这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612除以2了，23得6嘛，26十二，306字了，平均，哦，每分钟可以打306字。